拄则多谢你嘞，那毋是因为你替我讲话，我这个做爸爸的都无法度替我家己的囡仔煮料理啊。啊，歹势，无说你去回掉。免搞回事嘞啦，就当作是你的生活吧。好啦，本来是哦，是要跟你说多些，煞电脑跟你添麻烦。我看我也是莫搁搅扰你啊，莫耽误你的时间，咱就各人做各人好。你的汤滚了啊！他说你的啦，那刀真来嘞！你应该不希望亚杰吃到你的镜头啊！无啦，阿都溜手啊，多谢你提醒。姚百三，等一下都给你好看。这是你买的香料。嗯，多谢。这是你的调味料。嗯。哎，你的汤滚了啊！你也滚手套啊！不能！哎哎，哪样的？我手套来收起，哎，救人！我操！哇，这兄弟！什么烂手套啊？要随纸糊的嘞，啊，吸着火，规个拢烧起来啦！我看哦，是你家己失神啦。伫咧厨房这种所在哦，毋是动刀，是动火，啊，做代志一定要专心。刚好说你提醒啊，拢嘛厉害啦！出什么代志啊？陈东俊，哪发个大细声？啊，可能是家己无注意哦，迄手头挖火挖伤紧，烧起来。隔热手套都得会，那我可能在你干那修起来。隔热手套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陈东俊。你是谁？子倩，你来叠下。你这个满心做嘅人，拢会当搞破出来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为着阿爸死去嘅人，是安怎袂当出来？拄则恁伫外口时阵，我看到陈东俊甲恁咧冤家，后来气不不离开，我因为好奇跟伫后面，想袂到竟然互我发现，伊走去化工行买淀粉。
我哪有可能买什么磷粉啊？无影无迹的代志，你莫白讲哦。啊，这你也着急，心虚哦。我是有啥物通我心虚啊？你也是死性不改，目睭紧紧讲白贼，无一句是真实的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无代无志，买磷粉是要创啥？你当然是想要偷偷啊，把燃点很低的磷粉压低五性态的出头，还是小熊？陈东俊，你竟然想要利用对爸爸的爱来安葬武总诶？啊，不过我拢无安怎啊？啊，顶多是伊手头烧起来。迄是因为拄则恁咧无闲的时阵，我已经把手头挖过来。要那无，白白拢是一模一样的手头，是安怎武性太无代志？陈东俊耍 barbecue。陈东俊，你哪当这样卑鄙啊？雅姐啊，你现在是头壳无清楚哟。林子谦讲的话，那是会当信哦，你拢会背啊啦。林子谦，我看拄则就是你啦，伫咧手头顶面动下手的，你就是想要爆料小案，头壳要关不好的。你是一定要踏到铁棒才死心是吧？林金谷在家，你创啥哩啊？因为你讲的拢是白贼话，为着买，让你有辩解的机会，我就用金谷，让你继续变阿祖。你搞点点啊你啊？做袂到，因为我希望后世人会当好好投胎，所以这世人爱把所有业障拢消消的。听开，你的小鬼啊卡掉是我头一个的，所以我绝对袂记点点。你当来看麦。顶管写了真清楚，伊要啥？这顶管写了清清楚楚，磷粉。陈东俊，我真正为着过去，我爱过你这个粪扫，敢要继续？是，我承认是我做的，也不过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我的囡仔。我现在已经啥物拢无咧，看这个办事，我看以后你嘛无可能把囡仔让乎我。我真正不甘愿，目睭紧紧看着我囡仔，好不死来抢走。好，为着和你铁弟死心，我想我应该来证明我的心意。进台，你根本就无需要抢。因为在我的心肝内，伊早都已经是囡仔的爸爸。林子谦，你原来啊，你交保出来了，动作就这么多，就是挑工要把我骗来你家。是啊，东俊，咱这么久无见面啊，我坐岗的时阵，逐天拢在想你，
想讲你无。哎呀，莫来这套啦！伫咧我知影你对我妈动手迄个时阵啊，我甲你哦，就已经稳断义绝啦。啊，是要安怎才好咧？你想要等，我也阁无想要等。林子倩啊，你想让乖个头歹去啊是无？迄个时阵，我阁想要抵你的性命呢。相爱相杀，安尼才上刺激。来感情才有法度行了久长，你讲对无？我就知影你交保出来了，你绝对袂放我煞你。我现在要放你煞，因为爱你，我出手杀人，我甚至拄我家己一刀要甲差一点仔无命，为着要甲你做伙，我失去事，失去主将，甚至失去我所有亲人，我来是啥？是你的作贱！你竟然想要用我的血、我的性命换你家己的自由，陈东俊，你真正有够无良心的！哼，这话哦，我完完整整幸福你啦。当初若不是因为你一直来搞我诱拐，我哪有可能放弃这么好、这么爱我的阿姐？甚至无到最后，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声，全拢乌有去，搁向你怪呢？我有怪你，当初是啥物人讲我伊阿姐甲你无共心、无了解你，无法度替你生囡仔，害你感觉足空虚的。伊阁讲我是你唯一的爱，结果我为你付出一切，甚至不甲白生时阵，你只听着我伊阿姐有心，你的心就我去伊遐，阁甲我缠成破样，赶快断掉。也一个巴肚内有我五毛钱尔久的囡仔，我是要甘放回先唔对啊！囡仔，独家王亚杰才独宣布，吴信泰才是认定有资格做囡仔爸爸的人。你这台北的杀人犯，是要安怎甲董董武山集团总经理比啊？你给我点去！我就是囡仔爸爸，吴信泰算啥？你是在笑啥？你不是笑，不是笑！继续提啊，提更加大爱。看是我的刀劲，还是你的手较劲？你竟然！当中是爱有了心定的，陈东俊，我看你看出处啊，你就是一个自私、软弱、无路用的笨手。想要挽回王雅杰，只要有我林子倩在。你一世人拢卖孝顺啊！你是要用你后半生来跟我拼？好啊，咱就来拼看卖，看谁会用笑到最后。你爱的是什么款的人？你爱的是什么款的人？